咁個 sub-reactor 啦，我哋有個套裝啦，咁就係包括一個 sub-reactor 啦，一個 new sensor 嘅動態體感遙控器啦，另外仲會包括有四條線嘅，咁係有一粒呢、這個936嘅電池啦，另外係有三條呢個621嘅電池線嘅，咁呢四條線咧剛好咧就可以 for hot toys 心口啊、頭同埋兩隻手去用噶。咁另外我哋個 reactor 可以有一組線就係個 USB 咧係駁去個 HOA 嗰度嘅。咁另外有 2A 啊、3A 嗰啲電池。咁基本上一組個 sub reactor 咧，佢係有八個接頭，再加一個 USB 供電。咁如果係有七年嘅話咧，就啱啱好就需要用到一個 reactor 啦，因為就要用一個 USB 啦，另外有八個呢、這個佢有個 side panel 都用電嘅，咁就啱啱八個頭啦。咁其實當初我哋去創作呢個產品嗰時候，就因為其實坊間都好多顧客都係 display 啲 figure 喺度嘅，咁如果唔換電池嘅話，又驚佢漏電池水啦。咁但係如果每次想佢著燈會可以欣賞嗰時咧，又好麻煩，逐個要入電啦，亦都比較要嘥時間啦。咁我哋開發呢個產品就係方便啲顧客，佢本身就接好曬我哋個 reactor 之後，咁需要著燈嘅時候就拎起我哋呢個 new sensor remote 啦，咁佢有個感應系統嘅，當你拎起咗嗰時咧，大約一秒到佢就會同步同嗰個 reactor 去同步咗個 data 啦，咁你一有動態睇咁時喐咧，佢就會開關燈啦。咁而我哋呢個 remote 咧係可以同時間對應多過一個嘅 reactor 嘅，譬如你有四個啊、十個啊，佢都可以用同一個 remote 可以控制曬所有嘅 sub reactor。